立一切行啊，教你行正啊，地所提法，断苦集灭，修道了脱，断定三业，持戒定慧，行最上恭。各位学佛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每天啊，安尼伫咧生活，开口动舌，举手动脚，无不都是生活中一切呢，都是化啦。但是咱学佛啊，会当认清楚，这是法啊，这个法啊，人甲环境中，咱要安怎样才会当去体会呢？教理行正，那就是万法空散。咱伫这个天地万物之间啊，咱呢要安怎会当去认定呢？啥物是法？啊，空慧啊，从宇宙间大小啦，大甲星球，细啊，细甲亲像尘沙，譬如是安尼，中间的一切啊，有形物等等啊，无不都是宇宙之间所有一切，这那是该空开空大来讲啊，无不都是吼一种遍行一切法，拢总有接触到，拢总有体会到，才有法度立一切行啊！学佛爱学的安怎样来立一切行？咱若会当安尼总持一切行，了解了道理，什么是善啊？什么是恶啊？咱拢清楚啦，道理明白啦，那明白了道理，咱去行，从一切法，持一切善，这呢就是行教理行。那有接触到了后呢，咱才有法度正吼，所以啊，终其一切行啊，这就是啊，咱的法门啦，吼，教理行正，这就是咱的法门啊。所以，咱这个法门的第一步啊，就是地所提法，哎，断苦集灭，这呢是佛陀用心嘛，这苦集灭道应该予咱知吼，啊，所以咱才会晓呢，会晓断苦集灭，啊，咱一切啦，一做作啊，日常的生活，咱呢安怎样甲人啊？结好缘呐，那伫人世间呐，安怎样把握机会呢？去做好事啦，造福人间吼，咱就会当预防，卖甲人结怨，卖甲人联仇，那卖有结怨联仇啦，就袂阁惹来了来世人啊。
这种完整回扣啊。但是我们也要断那个爱别离苦，同样要断。所以呢，修道了脱，断定杀行，我们要好好下定决心啊，要修道啦，菩提道路啊，是要我们自己开出来。这个菩提道啊，要好好抱好来，要知道要断除尘沙的无明。大的我们看得到，粗的呢我们可以断啦，说不要计较啦，好啦，不要计较啦，这让人去啦，心呢是不是平安自在呢？这项代志既然是让你了啦，但是心甘愿啊无？啊，甘愿有甲放互伊袂记哩无？唔只是甘愿就好啊，啊，一切拢无啦。你遮尔只微细呢？烦恼，咱都爱将内心扫除哦。所以啊，断定杀行哦，啊，真正的微细微细，嘛都爱给断除啦。所以持戒定慧啊，行最上强，咱来好好持戒定。咱修行也都要好好的坚持戒定慧，戒才会当予咱防非止恶，唔通阁有惹来烦恼，做错代志，那都一定爱戒呀。修够了后，了解道理呢，咱的心。应该要定下来，因为咱了解正面这条的道路啊，唔免予咱阁有怀疑，所以咱的心要定。那心定下来呢，咱才有法度是非分别清楚，是道咱要行，是烦恼咱要断。那这都是智慧啊！用阿弥呢来回馈佛陀，这是最大的功用。经文哦，你舍利弗啊，我为众生以此譬如，说一佛心，你定若莲，信受是义，一切皆动。圣德佛陀，咱已经讲过去啦。佛陀向舍利弗呢，更加清楚来表达。我佛陀家己安尼讲，我为众生啊，为着要让众生人人会当体悟佛法，用讲的呢。听无，我得用种种方法来譬如，敢那为着人人也会当呢，体会到佛性的境界，安怎去救人，救得真欢喜啊！接触的呢，这个道理呢，接靠靠将接来。安怎样呢？去体会到苦的源头啊，如何会当解开了这个接来苦的方法？吼，那这从这个人间中去体会接触呢，坚定道心，这一佛心，就是开开了菩萨道啦，大家人。
才有法度会当体会呢佛的真理。所以佛陀就讲：舍利弗啊，你定若令，信受是已。恁大家人哪拢会当相信啊？这四十多年来呢，佛所讲的法，不管是用譬如的，不管是讲人间事，或者是呢出世间法，所讲的一切，大家人哪会当相信呐？安尼，一切皆当成得佛道，这已经涵盖着。现在甲恁讲，未来这个法要传落去，人人来相信呐，人人呢拢会当成得佛道啦。咱接落来阁讲吼，是性微妙啊，清净第一，以诸世间为无有相。佛所亦苦啊，一切众生所应称赞供养礼拜，是性微妙清净第一。是性，那就是佛性咯吼。那成佛这条道路啦，是非常的微妙。咱若会当觉佛的境界啦，迄种寂静清净啊，迄种的感觉呢，真正是足微妙的。而且呢，毋是短暂的感觉，是旷大无边呐、啊，永恒的微妙境界，那就是清净第一。完全无染的境界咯，吼！是性，大家人爱用心听，这是性一性啊。就譬如，亲像迄个车一体，因为呢，三机嘛，大别牛机啊，好、哦、这个车。这台车内底呢是真丰富啊，真多真多的法啊，拢披露伫这台车所有呢的装潢，所有丰富的财物啊，拢伫迄个内底哩，那就是呢一切种。修行真正爱记住一切种地啦，天下万物，一切一切形式种种啦，的智慧无不通达。这一切种地吼，再来讲啊，以记住宿定为体吼，那宿定呢？就是常乐我净啊，那心境不移，外面的境界，内面的心境，都有包括这四德伫咧哦。所以事理呢，常用，不管是事啊理啦，拢会当互通啊，互通教育咱生活。爱先教育咱，先会晓做人，事理呢爱圆融啊，啊，真正是真微妙吼、哦。所以，伫这个四德啊，第一，那就是上德，上，要予咱知影是
上寂自体，行不变，因为一不变，所以无生灭，常自不迁不变，名字为常，性体虚荣，伊的性就是真大，会当包容一切啊，湛然常住，永远永远的，就是这么才寂静啊，好这么清净，安尼呢常住啦，所以立三世而不迁，分万法而不变啦，这就是常啦，永远永远无变。咱的真如啊，本性也是安尼哦。第二呢，六德吼，那就是涅槃。啊，涅槃嘛是叫做寂静啦，即寂光嘛是叫做涅槃啦。它永远呢，就是光明。啊，是安怎光明呢？无受无明染盖吼，所以啊，叫做涅槃啦，把无明拢扫除掉去啦，回归真如。本体来吼，它是寂灭永安，永远就是安尼平安自在，名字为乐，又运用自在，会当通运用啊。虽然呐，伊安尼真寂静，却是伊会当用啊。常常讲，真体无体，其实呐。伊无形无相，咱常常讲，是因为呢，用种种的法啊来合成佛陀呢，要将伊的心境讲予咱知，咱无法度，伊都爱用因缘果报啦，譬如言辞等等呢，合起来这个法，予咱了解吼。所以啊，就是六德吼。佛陀应用自如，用种种的法呢，应用自如啦，会当呢，和众生体会了解，众生听欢喜接受，转烦恼啦，那为菩提吼，那、哦、这种转苦为乐，这嘛就是佛陀呢，以用种种的法来合成，所以。运用自在，所谓色心吼，佛陀伊会当应机啦来祷告，安尼呢叫做乐。第三呢，就是五德吼，五有两种啊，一就是体自实，名为五。啊，这个体啊，咱人人的体嘛吼，那、啊、这就是实，其实啊，法法体呢，伊是伫真如，这是真实的，真实。哦，真如本性是永恒啊！你讲虚空，虚空什么都无，伊有名，伊虚空，
但是虚空的性呢，就是虚嘛，而空嘛，这也就是实吼。这呢，大自然的大我实啊，大自然呢的真理实吼，这呢就是体自实，名为我。所以第二呢，用吼，那用自在。也是名为我，这个法啦，会晓应用自如啦，这个法，释迦牟尼佛的法啦，会当流传伫后代，嘛是会当，予咱后代的人一里通万里铁啦，将这个法呢，通铁的法，搁再来应用落去呢，这嘛是我。所以呢，常常讲啊，佛陀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唔是佛陀家己自大的我，是天地万物的真理，迄、那个真理的我吼，所以无处不在的大我，无处不在有真理。第四呢，是正德吼，那正那也是涅槃，涅槃也是即正啦为体吼，所以解脱一切过患，咱都要去除了遮尼正侪烦恼啊、习气啊、等等的过患吼，那会当拢去除啦，那叫做正真清净，因为无有。这个烦恼过话，咱才有法度呢，回归如来本性啊！这呢，就是随化处，在这个地球面顶娑婆世界里呢，就是佛陀的化土来教化的地方啊！佛陀呢，是性真如法啊，如来人间呢。度化众生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伊唔是带业来，所以叫做净，真清净。和过去生的修行啊，真正可以安尼真正的清净来去自如啊，成真如法如来人间，所以叫做如来。这就是咱佛陀已记述了上六五经四德啦，这就是咱爱去学吼，咱爱落的功夫啊。所以呢，是性微妙啊，清净第一，真正足微妙，伊有四德记述，再来吼。以诸世间为无有相，佛所亦可一切众生，大家人拢应该称叹，因为呢超越了三种世间之相吼，就是十方诸佛啦所尊的妙客佛心，色也性也，这四定呢，唔只是诸佛。欢喜呀，也个呢，就是救法界一切众生三业所归依。佛陀以用这个四德来人间教化，除了佛以外呢，啊，菩萨啦、严伽啊、声闻啦，参加六道的众生啦，这叫做救界吼。那
所归于处，应该人人呐会当通达这个道理啦，向这个道理呢去修行吼。所以学佛啊，要用心呐、啊，所应称赞供养礼拜，亲像迄个车体啊，积足了四德吼，四德就是拄则讲的上六五情，即个四德啦。咱若拢透彻了解呢，不只是圣所赞叹，咱人人拢总应该赞叹，啊，搁都爱供养礼拜。啊，这个供养礼拜呢，啊，就是爱有称赞，就是叩礼拜。咱爱赞佛、赞法、赞经，咱口业。靠呢，爱不断呐、啊，爱称赞，再搁再呢，供养，那就是意业的供养吼。爱将咱内心呢，起着迄个恭敬、赞叹的心，唔是干那嘴讲讲的尔，还是呢，将内心的敬重，那将身体礼拜呢。所以啊，这叫做信仰。所以呢，都只开头都讲，一切行啊，教理行正啊，就以低苦断苦集吼，那这苦集灭度，咱拢总爱去了解，咱拢总爱真清楚吼，咱那会当安尼啦，搁再呢修道了脱啦，那。愿定三业，这就是向佛的最敬仰吼，的供养佛陀，以对众生的期待，那就是呢，人人啊，依教奉行啦，会当体会佛法，会当到达了依佛同等啊，以天体合一，这。是佛陀最期待，咱若会当做到安尼，那就是最上供养啦。所以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